是谁和谁的心刻在树上的痕迹，是谁和谁的名留在墙上未曾洗去。虽然分手的季节在变，虽然离别的理由在变，但那些青梅竹马的爱情不曾忘记。
是我做梦，你还是我的女儿，我的宝贝。我知道你心疼青青，想哭就哭吧。
别难过了，缘起缘灭啊，人生的聚散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哎，大成跟晴晴的心哦，现在一定是千刀万剐。小芒若没啊，失去亲情哦，友情更可贵。你们一定要陪他们度过。嗯，王妈、王伯，你们放心，我跟若梅一定会尽力的。 碧玲阿姨走得很安详，凯叔说他是带着微笑离开的。哎，那就好，那就好吧。没有遗憾，走了也就无牵无挂了。对。若梅，我是在想，青青他们家碰了这么不幸的事情，可是明天你要跟曾家去谈婚礼的事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我们是不是要改个时间呢？哎呦。 讨论婚礼哦，已经改过一次了。哦，如果再这样改的话，我想一定会夜长梦多，这样对 Smart 也很不好意思啊。也好也好，照原来的计划吧。明天呢还是跟曾家谈婚礼的事情，好吧？哎，真是一家欢乐一家愁啊。王伯，王妈，时间晚了，你们先休息吧，我先回去了。好嘞。小马。 明天我们去谈若梅的婚事，如果谈得顺利的话，可能接下来呢，我们大家都很忙的要准备，所以你大成叔还有青青那儿，你有时间要多去安慰安慰他们，知道吗？我知道了，王伯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我送你。王妈，节哀。路上小心。 今天看到青跟大成叔那么伤心，我真的觉得好心疼啊。人有悲欢离合，当初我妈离开的时候，我也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，但是终究会走出来的，放心吧，我相信青跟大成叔会没事的。我今天在医院听到你跟青说。 要留下来陪他，不去香港了。啊，我想留下来等青办完他母亲的后事，确定他没事之后再说吧。所以，你还是打算要去香港工作？反正我一个人，这里有太多伤心的事，伤心的回忆。 换个环境也好啊，不过我还会待一段时间，没这么快离开的。 这里有太多伤心的事，伤心的回忆。换个环境也好啊。不过我还会待一段时间，没这么快离开的。至少你愿意留下来，赵邦有难的时候，该在都在。 若梅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青跟碧玲阿姨的事，我觉得今天过得好漫长。若梅，我觉得我越来越搞不清楚，到底命运是上天给人的考验，还是人自己造成的？ 今天看到青跟碧玲阿姨的生离死别，我感触很深。明天就是你跟 Smart 要讨论婚期了，这也表示你要开始新的人生。所以以后。
当我离开你家的时候，就不必送我了。你是在意别人的想法吗？我当然不在意，只是今天看到清恩大成书这么难过，我真的对离别这件事情厌恶透了，可是我却无能为力。去哪里玩呢？来，要去坐云霄飞车，还是要去坐摩天轮，还是我去动物园看大象？哎，最喜欢大象，对不对？哇，宝贝，生日快乐，开不开心？来，穿好就可以出门喽。做父亲的责任，我今天陪你们出去玩，替安庆生。喜妈，好，喜妈抱。喜妈车车，一宿。喜妈车车，行，谢谢，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今天这个机会。你是安安的爸爸。本来就应该让你陪他过生日的。行吗，车车。昨天我跟若梅通过电话，她说汪爸回来了。今天你跟曾妈不是要去他们家谈婚事吗？过来陪安安会耽误了正事。没问题啊，我跟他们说过了，今天公司有重要的事情。我必须要亲自到林口的工地巡一下，而且再怎么说，小安的生日最重要啦，是不是啊，小安？你为了陪安，故意要对他们说谎，真的是难为你了。你不生我的气了？今天是安安的生日，没有必要弄得不愉快，对不对？也是。我们都说好，所有的事都以安为前提，让他在父母的爱护中快乐的长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真的很感激你能让我今天陪安过生日。今天我们三个就开心的玩，然后一起吃个午餐。1:30以前我就得离开，赶去汪家谈婚事。安安重要。你的婚姻大事也同样很重要，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吧。行吗，车车。好，行吗，带你去坐车车。啦啦啦，走吧。
是你的哦。那小车车是 Smart 送给你的生日礼物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来给你玩好不好？往前，对，好厉害哦！再往后，再往后，对，还是有。好厉害啊！好不好玩？好玩。不行，你有带相机吧？能不能帮我跟小安拍张照？来，跟 Smart 先拍张照好不好？来 ，Smart 抱。安，看前面喽！一、二、三。有吗？安安去玩哈。以前还不觉得，现在这样看一看，发现小安真的有点像我。长大后会更像吧。哎，过来，快来妈妈这里，来，累了哈。有话跟你谈一谈。上次你不愿意把小安给我，你回家好好的想了一想，没有跟若梅商量过就自作主张，真的很……所以，我决定不和你争小安。决定不和你争小安了。你能够想通，真的很好。不跟你争孩子，但安安毕竟是我的儿子，我想要对你，还要对安安尽一点心意。你要尽什么心意？之前我卖掉品竹的股份。我拿那些钱去投资房地产，又赚了不少。我想要给你一笔钱，作为小安的教育和医疗基金，这样小安的生活会比较稳定，你的负担也会减轻很多。不需要你的钱，我自己可以养得起小安。你要怎么养？模特赚钱靠的就是青春，你还能够红几年？现在养得起，将来怎么办呢？再说，模特的收入又不稳定，养孩子却是一辈子的事。有了这一笔钱，你可以比较安心过日子。没话说了吧？很现实的问题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想要照顾你们的生活。虽然现在你不愿意把小安给我，但是如果将来你有了结婚的对象，而对方不愿意接受安安，你可以把他给我带。你一个人带了安安这么久，很辛苦，是该有个男人好好的疼你，给你幸福。你不要再说了，相信吗？好 ，Smart 陪你玩。呀，合作 Smart 腿上好不好？
今天吃这么少，他不肯吃，要不要先给他吃幸运蛋糕啊？你是在赶时间吗？还好。还好，聪明，不是每件事都像你想的那么完美。你现在可以顾到两边，那你结婚之后呢？你确定你顾得了两边吗？你可以确定你每年都可以来陪安过生日吗？我尽力。我知道你会尽力。但是如果你跟若梅结婚之后，你们有了自己的家庭跟小孩，我们这样继续偷偷摸摸下去，这样的关系我不喜欢，所以我已经做了决定。什么决定？到底什么决定？再有能耐，恐怕也会有一天。只是发布祝福，再这样下去会毁掉你的婚姻。但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啊！只要我们像之前那样子配合的好，就可以相安无事嘛。是啊，说谎可以瞒天过海，但是我不想这样继续跟你纠缠，这样我会很痛苦，我会很难受。我不想让这么痛苦的感觉继续延续下去。可心，你知道我很爱。让我难过好不好？我已经做了决定了，没什么好商量。今天是你的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陪安过生日。吃了这顿饭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什么叫放过你们？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次，我不想再跟你有任何的瓜葛。你越是想逼近我们，我越是想逃走。来安，再吃最后一口好不好？妈，妈，是妈喂你好不好？再吃一口，来，我们吃完吃巧克力蛋糕。哦，好厉害！跳。起码啊，顶阵吼，你来讲孙阿甲若梅的婚事的时阵吼，啊，我们永顺哦，伫南部无转来，啊，即卖伊转来，咱来听伊的意见。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拍谁拍谁啊？这是为了我让你在跑吊上来讨论，是嘞是嘞。袂啦，迄袂麻烦啦。啊，顶天哦，所讲的代志拢无一个结果啊。啊，就参像讲选日子啊，是订餐厅啊，啊，拢无定落来啊。对对对。啊，今日哦，你亲家讲你着滴个吼。啊，无咱安尼好啊，佫详细来讲一下清楚的安尼哦。啊，伊管你啊，咱家己。先这个喜事吼，安尼甲办落安尼风风光光啦吼。对对对，办落透透洞洞安尼啦吼。啊，上色咱都爱要甲写起来啦吼。对对。赵丁雅，那个纸笔拿出来写呀。哎呀，准备好了，来来来，在这，给记录了。哎哎，等一下，啊什么嘞？哎，我未来的姐夫啊，婚姻大事应该由男女主角的意见为优先吧？哎，对啊，若梅。讨论你们婚事的事情 ，Smart 怎么没来啊？哦，他之前有跟我说，他今天要先去工地看一看，晚一点才会过来。哦，哎，拍摄啦，啊，阮聪明哦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哦，会较慢到啦。啊，因甲我讲啦，讲伊在点播进程哦，一定会赶到啦。哦，咱大家哦，搁稍等一下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聪明是为了他工作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体谅的。这是一定要的，要的，爱的，想的梦。
姐夫啊，婚姻大事应该由男女主角的意见为优先吧？哎，对啊，若梅，讨论你们婚事的事情 ，Smart 怎么没来啊？哦，他之前有跟我说，他今天要先去工地看一看，晚一点才会过来。哦，哎，拍摄啦，啊，阮聪明哦，因为工作的关系哦，会较慢到啦，啊，又甲我讲啦，讲伊在点半进前哦，一定会赶到啦。哦，咱大家哦，搁稍等一下啦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这个聪明是为了他工作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体谅的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肚子痛哦。差一个字，肚子饿。我真的肚子好饿哦！看你刚吃饭的时候不吃，现在肚子饿了吧？哎呦，刚那些菜我都没有胃口嘛。小迪，我想要吃那个淡水河边的沙拉，你去买给我吃好不好？哎呦，不要走，走那么远呢？哎呦，你去帮我买嘛，人家就想吃啊。好，爸爸，爸，真妈，拍着我去。好啦好啦，赶快去嘛，不要让翁若楠饿了啦，快点啦。好，我快去快回啊。快。季家母不好意思，我这小女儿现在又害喜了，所以她比较挑嘴，不一般我们不会对女性这个样子的。哎呦，我紧啦，人讲哦，跳舞大丈夫啊，啊以后我们聪明了，娶老妹嘛是同款安尼啊，哎，这无什么啦。乖，因为有 Smart 来陪你过生日，对不对？以后 Smart 未必有时间来陪安安咯，因为 Smart 要结婚了，所以你一定要乖乖，要听话，要告诉 Smart 你会健康的长大，让他放心，他才会安心，知道吗？妈一定会再来陪你们的，只要你乖乖听妈妈的话，越来越懂事，以后每一年的生日，妈都来陪你。只要妈妈答应的话，但是不管妈妈答不答应，都要答应妈，要当一个乖孩子，要爱说谎，不要欺负女生。长大要当一个负责任的男子汉，好好的保护妈妈。Smart 这辈子做不到的，你要替 Smart 完成，知不知道？好好照顾妈妈。最后一次好不好？小恩，乖，你乖以后 ，Smart 就来陪你，要听 Smart 的话，要好好的长大。妈不在你身边的时候，你要照顾妈妈。乖哦，小安最乖了。来，亲妈一个。我要亲妈妈一下，好不好？亲亲。
你好，我要一份沙拉外带。好，你稍等。好。亲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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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亲
再这样下去，我会无法自拔的。我该怎么办？哎，秦家母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来迟了。没事。哎，怎么样？你们现在讨论到哪里了？验客名单呐？哦，有这学问，难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等等等等，宝宝，这个黄满娇是谁啊？ 啊，市场卖菜，卖猪肉那个老王他妈妈啦。哦，他不卖猪肉，都退休10年了，你怎么找到他？你还请他妈，他妈跟我们熟吗？不熟有什么关系呀？哎，是我在老街碰到老王，他跟我要帖子的呢。我，哎，你这样乱请客人，这个位置很难控制的。万一他们只是客气，到时候不来那怎么办啊？啊，大不了退个一两桌有什么关系啊？总比没请客好吧？ 哎，像当年呐，有没有？若男结婚的时候啊，那么的寒酸，这样若男的心里多委屈，你知不知道啊？哎，秦家母啊，这当初是你们说不宴客的哦，现在把这话拿出来讲，这有点不对吧？啊，是不是？对呀，妈，你忘记了，当初啊，我是因为不想要把那么丢脸的事情浮出台面，所以。什么？你现在意思是说，嫁给我们家定义很丢脸，是不是？哦，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，哎呀，我满脑子都是想着那个沙拉啦，所以就胡言乱语了。哎，奇怪，我的沙拉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啊，那个未来的亲家母，拍死你，我得更想你。哎呦，未来，快点来得最高，给做老爹的啦。啊，一旦跟你结亲之后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。嗯，有得啊。 来晚了，哎，什么？邓来了，来了，若梅啊，什么？我来了，饭好没啊？好了好了，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临时要去林口的工地一趟，搞得灰头土脸的，还来迟了。你不说我们都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去洗手间照照镜子啊，洗把脸，赶快准备吃饭了。嗯，若楠，跟我一起上菜。哦，好。 来来来，请你开动来。去去去，卖给你啊！买到哪里去了？哎，喂喂，你的沙拉回来了，爹。郑辉啊，你哪去了？哎，你先不要怪我。哎，你们猜我刚才餐厅遇到谁？我遇到 smart 啊，这是。 郑辉啊，你哪去了？哎，你先不要怪我。哎，你们猜我刚在餐厅遇到谁？我遇到 smart 啊？这是。丁义，你在哪看到我？怎么不叫我？赵丁义啊，你说你看到什么？什么从工地回来，整个脸脏兮兮的，我们全部的人都有看到。你真的是鬼丑蛋呢。对啊。赶快。
吃饭呢。好，吃饭吧。走，我们赶紧吃饭。走。哎，赵丽颖，小吉利在房间睡觉，你进去看看他醒了没啦？若醒了，给他泡奶奶喝。快快快！不好意思啊，让丁一捣乱了。哎，你们刚刚说要请几桌啊？哎，几桌拢无问题啦。啊，未来的亲家母说了就算了啦。聪明，是不是？嗯，对。哎，若梅啊，这小马什么时候去香港？到时候可以做你们的伴郎吗？小马要去香港。什么？你不知道啊？就你们香港分公司那个总经理突然离职啦，所以总经理就叫小马去那边啊。是丁一告诉我的。丁一啊，是不是你告诉我小马要去香港的？对啊，小马跟我说的啊。那若美，你知道这件事吗？哦，我那天刚好去找王妈妈，有听说。拍谁哦？啊，请问那个小马是谁呀？小马是若梅从小青梅竹马长大的朋友。是若梅以前的对象哦。哎呀，这边讲这讲起来哦，真复杂啦。我讲阮若梅哦，即马是清白的啦，哈。啊，小马嘛无对象，啊，我本在是想讲哦，要甲伊甲哦可心哦配在一起，你知无？啊哦，唔知变哪变，哎，两个。好了好了，本来就是很清白，没什么事情的，被你说的真是越描越黑。没事没事，不然我要怎么说？哎呦，没有关系啦，谁没有青梅竹马过嘛？啊，林宗明哦，以前咧读大学的时阵哦，嘛交一个女朋友啊，啊叫做可。妈，陈年往事了，而且他们说的青梅竹马，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。哎，什么？你紧张什么？对不对？讲出来，反正我们也没有人认识嘛，对不对？怕什么？哎，什么？他大学女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就是可爱的一个女生呐。啊，老公名哦，我已经忘记了啦。哦，哈哈哈哈哈！谁记得啊？来，这是无聊哎，关你什么事？妈，你为什么突然提到我大学女朋友的事？还差点说出那人是可心。我熊熊没有想到了。哎呦，拜托你以后讲话小心一点好不好？被他们发现我跟可心的关系，我就完了。好啦，啊，完了？为什么？你到底有什么代志不跟我讲啊？我无啊。无。哎呦，我跟你解释过了嘛，我一开始没有说，今嘛讲就奇怪的啦。干嘛呢？真的啦，是安尼哦，啊！哎呦，真的，你不要一直这样看我啦。我感觉你甲可心哦，无我想的遐尼单纯呢。抓着麦克风。